你要讲快点讲嘞。大姐，你不要急，等一下哈，我说给你看。所以我现在要跟你分享为什么哈，我今天要选择 Unilever 这间公司。等一下我说给你看，你看啊，这间公司啊。就是这个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 的龙头老大，你懂不懂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 吗？就是快速消费品的市场最大的公司，而且呢，你看啊，130年连续成功，经历两次世界大战，哇，130年啊！是啊，130年呢，而且哈，又精锐的科学家，我根本不用烦恼那产品啊会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不用去骂我不用怕我卖这个东西出去，人家哇，你的产品跟我讲不用啊？为什么？用心卖的科学家，130年，你有看过他哪一个产品下降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对哦，是不是？而且他是在持续的成长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为什么我要选择这间公司啊？因为它很稳定，而且它还可以给我们无穷的收入。哇，想不想要了解？要啊，怎么样？要啊，OK，cut it。看一下我看时间超过了。